最高峰嘛，比这边还高嘞。不是高，高。那个高就放点嘛，下来再。我们不往这边下。那就随便过了。 啊！这个有点危险。啊！有点哇，有点危险。这个二十公里，沿着坡路。这样省点力。别拍照。这个坐好，这个坐好。这个味儿，这酒，酒够了。这个味儿。 对，上头还是。天桥无啥物事，下头呢，行还好行。我先行呢，这点东西。等下先行。这边这里。没搞好的。哇，这以前的旧路。 没什么可怕的。那后边人在走路，你干嘛变了？哦，那个是下山的是吧？那个还有一点点。 啥子？哈！哇，这个叫记忆碑。啊。这个是最下面所在，刚大概都是。啊。搞这点嘛，行呢。哦。其实。跳！哇，这个景。这是我的光棍。知道这酒叫跳。这个。 这边走啊，从那边绕过去，这边不是，这边应该是四路走，那边四路。从那边不能下吗？
等一下再找这个师傅帮你拍，这、我们一起的。慢慢来，别着急。他比较那边已经到顶了，比较专业。对，有对。来，这样拍一下。哇，天啊，漂亮，很漂亮。很夸张。好，哇，你胆子挺大的。好，来吧。可以吗？好啊。哎，不错，你胆子非常大、哦。我去的都，我上去的都抖啊，手脚都在抖啊。谢谢，你厉害啊。好厉害啊！这个记忆背是肯定要拍的。哇哇哇哇！酷、啊，漂亮哦！哇，谢谢，真的。我看一下，又拍。幸亏今天没穿裙子来，不然真的完蛋。在吗？还在。我能挡掉他吗？可以 P 的。这我能挡掉他吗？那你那个我没办法，你有那个 ID， face 的 ID。那个，解锁是吧？对。恐高症的症状。为了照相，没考。啊，等这个可以整掉。对，好，想那里把橙子砍着哈。对，人走过来就。怎么到了就？连啊，还兄弟就难看了，连啊。啊，不要。去干啥？休息一下。别在那，对不对？不要，不要。OK。对，好，你站在那下面给我拍，坐，别坐，快坐，他想那个，能走，那边，那没得哦，真硬的，怎么怪呢？走，来。阿伯耶，无可能吐个。这头啊，如果风一大增了。从哪里走吗？这边。哪里下去？啊？这边。从这边下去啊？要是你们做错了哈，你那个打电话来快接。嗯。来啊。来，我给他做办事。好，来。可以吗？去乖点，还举个牌，脱个腿。尽量几倍光啊，你看。吃饭。12点之前应该就下去了。